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相信在这段时间来，很多很多的投资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：台湾的股票现在到底要怎么做？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？各位，我这几天啊，我们礼拜五的节目是重播嘛，对不对？重播礼拜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你看重播吗？我不是跟你讲原因了吗？因为我要开会。那所有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 我跟你们讲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老师哦，他买股票跟卖股票的时候都会打在侧标上，而且那个日期都会很清楚的标明给你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这种能耐。其实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在6月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，各位反正呢，三天，我当初在电视上提到的华晨，它是从900多块一路往下杀，杀到多少？杀到680的呢。当初很多人就在讲了，华晨啊，听说会拉回500，听说会拉回560。听说座谈会的一些专家说，这个重电股哈，因为已经涨过头了，还会再拉回修正。我当初啊，在电视上为了讲这个观念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们排除众议，这些所谓的专家，这位所谓的一些投顾老师，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不跟他一样啊。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嘛，所以各位，我当初我在电视上我就已经跟你讲了，各位，你上个礼拜不是有看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烦不烦啊？四天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很烦嘛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如果你觉得很烦，那我讲的话你要相信，你要听啊。所以各位，当初在6月4号我就跟你们讲了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其实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电视机的投资人啊，也不是只有你们啊，连我自己清代的会员都一样。各位，你看这档股票叫华晨，注意看哦，当初从高点有没有一路杀？各位，这都还没有出现哦。当你看到这个图形这么烂，有没有这么弱势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被一些投顾老师，或者被一些座谈会的一些所谓的专家被骗到欺骗，可能会打回到前面的低点，有没有？那我陈立豪在电视上我就已经讲给你听了，我连续讲三天，我的会员也问我，老师真的可以买吗？真的可以买吗？所以我才会在6月4号那一天传了这通讯息，我不是也给你看吗？6月4号会员注意，你们真的很奇怪哦，1519的华晨已经连续两天，哎，不止两天啦，我不跟你讲三天四天了吗？跟你们说680就是一个支撑，是一个加码的地方，为什么还要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啊？结果你看一路飙呢，一路飙，飙到不省人事，飙到创历史新高，飙到你头壳坏掉，对不对？680，就算你买到685好了，那一天买最高的会员买到685了。啊，各位，今天最高多少？964。你把它加加减减，价差最大值 maximum 284块。我有一个会员报到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要报到你说的来看到千金股。”我说：“可以，没有问题。”但是你要经得住他的忍耐，那个盘整。各位，你看那个价差，你看那个价差有没有？你看，
对，如果你真的买了，你真的听了，我很多的会员真的是很听话的会员呢。我有很多的会员真的非常的听话、哦、真的。我那时候在电视上不是讲吗？我那时候在电视上讲，你敢买华城吗？你敢有没有？对，什么叫敢？你敢吗？有没有？你敢买华城吗？我当初就这样讲，你敢买华城吗？因为我是针对我的会员讲，因为我是针对，哎，你干嘛一直为什么要一直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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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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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买吗？你为什么不去买就好了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在电视上还在6月11号的电视也在讲啊，你敢买华城吗？各位，那时候113，到这时候你再讲看看284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284？跟我讲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原因在，我告诉我的会员一定有原因在，我不会随便乱搞。各位，就像很像之前我们在买2388威盛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说125到128布局，目标看180，很多人骂我神经病，来了没有？来了，来了182，我不是让你赚很多钱吗？有没有？你看威盛又感觉又要动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。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极大值赚最多的赚284块，十张最好284万，100张2840万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上个礼拜五我就已经叫会员去空涨停价。各位，今天上来再空一次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一定不相信的、啊。各位，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，真的超级重要。各位，做股票其实它不是很难的、啊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各位，真的、啊，我今天还特别强调啊，真的，你敢去放空就去空放空，真的、啊。你看华城，有没有？会员注意，1519的华城有没有再度翻黑？其实我们早上就有建议在放空了，已经在放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早上就在放空华城了。很多的会员打电话给我，老师啊，都一直在红盘，但一直在红盘的，不会下来了。各位，你看，各位都一直在红盘以上，有没有？不会下来了，最后不是下来了吗？杀到905块，你看。各位，你懂不懂筹码很重要？我6月4号、6月7号都跟你讲买华城，你不相信？飙到今天最高，你真的 maximum 赚最大284块，你敢空吗？啊，你敢去放空吗？杀到905块，你敢吗？你敢空吗？对不对？我打在车标上啊，你看，我都打在车标上，因为我们真的有做嘛，真的。我的很多会员今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都被我骂，老师啊，真的要空吗？老师960可以空吗？还有一个会员冲到964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老师真的要空吗？我回他一句话，真的，哎，很抱歉，那个会员哦，我不是针对你哦，我只是说那时候很不爽，因为太多人打电话，同样问同样的问题，你刚好扫掉红台尾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好扫到台风尾呢，你打电话进来，老师964要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只回你一下，那个字很难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为你好，你还是空到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空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跟你讲，金刚怒目也是一种慈悲了，真的是为你好了、哦、所以各位，你看，你如果真的敢买，你赚284，敢空又赚50，你看，哎，敢空也赚50。啊，老师啊，这档股票还会不会上？会啊，还会上啊，怎么不会上？各位，你要敢买啊，你会不会买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敢空吗？华城你敢空吗？放空也可以赚钱，放空也可以赚钱，你知道吗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放空也可以赚钱，你敢吗？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，我不会呆呆的只做一个方向，我更不会呆呆白痴白痴的，那只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，然后一个股票涨跌就讲一个故事来衬托它，莫名其妙。台湾的分析师为什么水准这么低啊？永远在看图说故事。各位看，来，同样那一天，我当初不是讲神盾吗？有没有？同样那一天神盾，我们是不是出得很漂亮吗？
出二七三到二七八，各位，那一天我们，哎，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看，你看，注意看，我们的神盾啊，做两次，最近做两次哦，真的，你看，那一天我们神盾是出到两百五十块买的，是出到二七三到二七八呢，二七三到二七八获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当初不是赚了26块吗？我不是跟你讲出来了吗？出来之后，各位有没有往下杀？有啊，杀到哪里？杀到6月11号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给你看，我都是打在车标上的。我不是跟你讲建议240附近买神盾吗？6月11号，我们240附近要买神盾，你知道吗？要买神盾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哎，我都打在车标上了。各位，到了今天，你看看神盾。各位，今天最高涨到哪里？涨到268，你看268有没有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放着到今天，你的价差又是20几块。我当初我告诉会员问我，一流老师，神盾加码点是多少？我不是讲240附近吗？那时候6月11号，你看，对，你如果真的那时候，哎，到6月12号到261.5是赚19块，如果算到今天的最高，你是赚多少钱？哎，算到今天的最高268，你是变成26块到27块，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从19块变到27块，对不对？各位做股票不是这样吗？而且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，都会买卖股票都会打在车标上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？除了我之外，没有第二个老师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有没有？我打在车标上，你看当初不是讲吗？6月7号，你敢买华城吗？有没有？结果华城飙到今天284块，而且放空再加50块，哎，放空再加50块，有没有？284再加50块，放空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，结果后来再讲，6月11号建议买神盾，结果神盾到今天，哎，价差赚最多的赚27块，你看，我都打在车标上，各位，我都打在车标上，我没有在那边糊弄人家，我也不像其他的投顾老师整天在回呼兰，我不会这样。听得懂吗？做股票没有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你如果愿意被人家骗，黑林到底逮几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要指定成立好，指定成立好，知道吗？我才有办法帮到你。哥，你看，六月五号那一天，我不是买回台积电835吗？有没有？那各位，我不是在电视上讲给你听了吗？你要懂得进出啊。6月13号，我不是出到932到935吗？结果那一天我在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当我出掉932到935的时候，哦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我的会员之外，还有外面的人打电话进来，我也不认识哦。告诉业务同仁说，请业务同仁告诉陈立浩老师，人家外资法人看到1050块呢，你怎么900多块就出掉？你比法人还厉害吗？啊，对啊，你说对了，我比法人还厉害，因为我出到那时候，隔天就没有高点了，我出最高，你看。各位，我当初不是可以出到最高点吗？935吗？我不是出掉了吗？你看，哎，我那时候6月13号不是，目前932到935就出掉了。啊，各位看，出掉之后隔天打到最低905，阿哥今天最低也在913，你看，有比我出的还高吗？没有啊，我是不是比法人还厉害？有没有？我是不是比法人还厉害？你说对了，哎，投资人你说对了，我比法人还厉害，真的，你有眼光。老师会不会再上？还会上啊！我还等他，准备要等他再买啊！哇靠，老师你真的很屌呢！哦，我真的来回做价差。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。你不要去质疑我的动作。各位，另外你看广运，你看广运，我们做来回做过几次，对不对？哎，广运的资料，各位，广运的资料通通在这里。从2月15号开始一路做到现在，你知道那个价差赚了多少吗？哎，我今天又买回广运，哎，我今天又买回广运，我打在车标上。那另外各位，你看我今天买回三只股票，一只股票叫四星 KY， 我今天一大早就告诉会员，四星 KY 本益比相对低价，今天四星 KY 表现会很强势。你看，你不相信哦？你看，对，今天有没有？你看，会员注意有没有？我知道很多的会员都有在玩四星啦，所以我要特别注意谨慎。我再提醒四星，若有机会可以再买回，可以做中长线。你看到没有？哎，
其实早上我就在说什么，我早上就在讲了啦，我很早就告诉会员了，你看这边有没有会员注意，有没有近期3661的四星一直被卖出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一直被卖出是因为三大法人不会做股票，那真的高的时候追高，追高在3月4号我放空，他也去追高，我们那时候不是空到4500吗？有没有？那你看我们还会一直做价差，那各位你看我今天又特别提到了，有没有？近期四星被一直卖出，但昨天的一个会议中有外资及投信特别提到四星的本益比目前只有27倍，所以很有机会王者回归的气氛还可以把握一下。哎，你看哦，我才讲说把握一下而已哦，你注意看，各位今天开盘开2680一路拉，你看拉到最高拉到哪里，拉到2780，赚了100块价差。各位，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呢，真的啦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那各位你看哦，你看哦，广运有没有，我们是不是来回做价差啊？现在打回来我又买回来了呢。各位你看这档股票今天最低多少，110，对不对？各位注意看，你注意看就好了、哦、我那早上 我是建议多少钱呢？我建议是109到啊，你看各位，你看6125的广运有没有？612的广运109到112都可以再买一些，有没有？109到112，各位你看都在我讲的中间价位，有没有？现在 110.5 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你懂不懂盘中4.5小时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了解啊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还有一只股票我第一次做，叫银广，叫银广，我第一次做，所以 我说6月17要买回，其实并不是只是讲两只的四星跟广运买回。那银广，各位为什么我要特别建议到银广？各位，银广因为被警示啊，我对他很好奇啊，因为他的绩效业绩还不错，好像有开始赚钱了没有？但是他从160几块一路拉回来量缩，你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他量缩有没有？你看一路拉有没有？那从那边拉回来量一直缩有没有？那各位他又被警示，被警示的要开始关紧闭啊，关紧闭剩下2天要开放了。那我在想说叫我的会员去尝试看看，对不对？关紧闭如果一开放搞不好啪一直拉一个涨停板也不一定呢、啊。所以各位看有没有拉下来量缩，量缩价稳，那各位差不多短线上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会讲说啊，不然就做一个短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测标上我买回四星，今天有去抢四星的都有赚到钱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广运，哎，我们来回做价差已经超出160块的价差，超出160块的价差哦，你听懂吗、啊、那现在打回来我又建议109到112又可以开始布局了，你听懂吗？又可以布局了。所以各位你看很多的股票其实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要怎么进要怎么出啊。各位，台湾股市、哦、真的你要了解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知道吗？资本利得就是一个金钱游戏，你要懂得它就是一个人为炒作的市场，你有人为炒作的市场一定有筹码，你要了解筹码，你如果不了解筹码你很难在股市里面生存，你要了解筹码战。那台湾的股市走到这个地方，各位我跟你讲它的上下震荡幅度会越来越大，一定22000多点了，你知道吗？22000多点，很多的投资人在低点不会买，低点不敢买。那时候15000多点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我说我目标先看20000点，有没有？哎，15000多点我就跟你讲看20000点，很多人骂我神经病呢、啊。现在22000多了，那 是你神经病还是我神经病？当然是你神经病，不会是我神经病呢、啊，只是你不愿意相信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讲这么多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，你知道吗？讲这么多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跟着利好，跟着利好安心吧，秀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你没有电话进来我帮不到你啊。所以各位盘中4.5小时才是重点，绝对不是在盘后在讲故事比赛，讲故事比赛要干嘛？
你要盘后，你要把你的绩效，把你真的做得很棒的告诉全国的观众。但是有一个重点，你要做到诚实，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像我一样用手机验证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利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其实哦，我接触到这么多的会员，也接触到很多的投顾的老师，更接触了更多的法人。因为我在股市36年了，你不要看我这样，我20岁就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了，今年57岁了，所以很多的东西你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。其实在台湾做股票的重点在哪里？你要懂得心理战，你要懂得这些法人到底在想什么。绝对不是那个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。各位，那个什么时代啊？如果你涨的时候会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叫一个小朋友在那边讲给你听就好了。各位，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这些人在想什么，主力大户在想什么。像我跟你讲，华城买了680，我说你干嘛一直问？那你如果买进去了，当初我就跟你们讲目标上看1000块，你都已经抱着到现在，哎，你看哦，纵使他1000块他上不去，来到今天最高964，哎，我上个礼拜五我就跟今天我就去空他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一流的老师在带你，怕什么啦？今天要怎么进要怎么出，我早就很清楚了，知道吗？你看那个四星 KY 也是一样啊。来回做价差嘛，你看那个上个礼拜外资法人一直看他不好，我为什么今天又提到他好？一提到今天表现特别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叫陈立好啊，因为股市一流的老师啊，不是这样吗？你看广运，一种之前基本面很差的股票，才从20-30块呢，20-30块的股票一路被炒到100多块，飙上去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我是58块才开始做的呢，我连58块都可以帮你做价差做到160，你看多厉害的功夫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他现在整理啊，整理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，他也募集资金了嘛，对不对？募资了嘛，对啊，平均的价钱在118.6啊。那各位，你知道他们要做到多少吗？你们不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
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不管你是买进什么股票，不管你是要怎么做，各位不要管它外面人讲什么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如果你真的不会做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，你就来找陈立豪就好了，我可以帮到你。很多的股票进出之间，我们一定有它的原因跟理由在，听得懂吗？像有一档股票，各位6月20号要除息了，除完息之后搞不好还开始补涨，听得懂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也刚刚跟你讲过了，像银广听说人家的目标要做到多少，我知道啊，但是你不知道啊。所以各位，很多的股票其实真的就像台积电，我也跟你讲835买，932到935就先出嘛，我也出得很漂亮啊。那你说老师，你会不会出的太你不是说看到1000块啊，那拉回900多块900出头我再来买不行吗？我905 910 买不行吗？也可以啊，我做的价差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如果你真的不会做，来找陈立豪，好不好？一通电话没有很难啦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